保险起见，给他录1个小时20分钟吧。毕竟这游戏还挺好玩的，哎呀，之前没有这种首发的时候，我就把前几代玩完了。不是，这真不怪我，好吧，他自己把腿分开的，这真不怪哥哥。哇哇哇哇哇，射得好准！啊，轴心国入侵了！等一下，我被另一个玩家入侵了，怎么会这样？难道不是只有我一个吗？做首播的难道不是只有我吗？为什么会有玩家入侵我呀？我被另一个玩家入侵了，我操！不会是外国的吧？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能看地图找到他吗？找不到。现在不能暂停了，好吗？我被入侵之后就带变成 PVP 了，不能暂停了，好吗？我跟他要 battle 了，操，这么嗨啊？OK，哥打个风带，好吧，来，啊，咱别玩阴的，正面 battle，来，爆他蛋吗？这样是16啊，是不是？啊，不是，16叔不长这样，苹果。哎呀，他，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该给个对方大概标志的。妈，我好烦被他偷偷阴一枪啊，对吧？因为我在做我的主线任务，他从后面突然摸过来阴我一枪，怎么办啊？看眼地图，这个是我。对吧？哪个是轴心国入侵啊？我看不到这个入侵我的玩家在哪儿。哦，看不到。我现在主线不是关键哈，我得把这个入侵我的干掉，让他长长记性，好，好大的胆！哎，跑太快了！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的那个什么给人爆了，在哪里？小贼！这在干嘛呢？这是。算了，不管他。他不会能看到我的主线，他在我的任务这儿等我吧？这个标志不会是雷区吧？哥不会走着走着人飞了吧？这是雷区的标志不？有没有懂的呀？我总感觉地上有雷啊！哎，打到箱子上了！啊，坏坏坏！坏，我好像被包了。完了，跑太快了！跑太快了，脱离我的准星了。哦，可恶，真阴啊你！我就知道他在我任务地点阴我。我在和世界为敌，他一个小老鼠过来把我阴了。他妈的，老子不做任务了，我跟他对阴。我现在在哪儿？在这儿。不是，哎，关键这种没有雷达，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知道吗？难道让我蹲到一个地儿这样阴他吗？我估计他还会在这块儿，这个位置搞。我们找个高点去阴他了，好吧？
可恶！不要干扰我们的对决。他敌人这样打会把我暴露的。真恶心！好恶心，哈哈！啊，不行，给我氧气瓶好吧，哥要窒息了。这个阴险的家伙，阴在某个点阴我，好恶心！不行，哥要去入侵别人去了，拒绝。我来了，我等级够不够啊？让不让我入侵啊？这个入侵要入侵，入侵。入侵，哦，你将以德国军狙击手身份猎杀，什么意思？如果盟军狙击手被其他德军看到，其位置将会……啊，好赖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只要我被全地图的任何一个敌人看到，他就知道我位置了。等于他是和地图上人是一伙的，你看其位置将显示在你的地图和雷达上，如果被其他德军看到，这个也太不对称了吧！我操，等于我如果想防入侵的话，我还不能被其他敌军发现，啊，不然我就是个靶子，真牛大了。我得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好吧？这个地图小，而且很亮。我们先找个不会被发现的地方猫起来。哦，我是跟他，我是跟他是队友，哈哈。哦，都是哥们儿啊。好，这地图上 NPC 跟我都是哥们儿。好，都是哥们儿 ，Hello 啊，啊，认真工作啊，啊，到时候我来视察。好吧，我就等他触发警报，好吗？我就等他触发警报。好吧，这哥们儿就是我的饵。当他对我哥们儿动手的瞬间，我就把他爆了头。
很急，好吗？快点。我在想要不要去上面的瞭望台，如果在瞭望台蹲下的话，视野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已暴露。Why？为什么呀？我不知道。说呢，这儿我的小头会，小头财主尖尖角。哦，我这个位置是有破绽的。他不会跟我互相挂机吧？他这个就一动就特别吃亏，好吗？你不动是最沾光的，一动太吃亏了。什么声音？敌方，哦，来了，来了，来了，这边。这是他吗？这还是我哥们儿啊！哦，这是我哥们儿，是不是？哦哟，那这模式还挺好玩的，好吗？我的位置又暴露了，我的位置是为什么暴露的呀？不行，有点很多花样，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东西。我感觉我现在冲过去很蠢，因为这一大片很空旷，没有掩体。这个是我吗？还是这个是玩家？哦，不是，这个是队友。小阴货藏哪儿了？
真阴呐！这个游戏真的要比谁阴呐！好啊，他这个枪法真的是其次中的其次，就看谁阴，阴到都是一枪秒。藏哪儿这个枪和我刚刚枪不一样了，哦，准星不一样了。怎么了，兄弟？发现敌人了吗？往这边跑，在这边，操！我不会被调过去？在这边，就在这边。这个枪声是他的枪声。可恶！找个反斜坡，上不去。藏哪儿去了？我要跟这些笨笨冲吗？哈哈！大伙儿都冲了，我也不能怂，冲！还有枪声，还有枪声，还在杀我兄弟！就在这附近，我看到兄弟尸体了。在哪儿？在这边，我的位置也暴露了。这边没有掩体啊！
在这边。看到了，看到了。这打不到吗？哎，这个枪好像跟我刚才狙不太一样，我说真的。在这儿。不太适应 PVP。好吧，光荣下播。Alive, he stepped up in a massive way. He didn't want to go down on a map like this. Inferno in a major grand final could not haunt him again, and he is showing us exactly why. Up and over, take another big man himself. Simple down the second one. Electronic is perfect.And the third onto Bit, phenomenal stuff right here. Kerrigan cracks it open. It looks like we might have cracked Na'Vi here as well. Pulling out all the stops. Chip damage. Margin for error. Zero for Na'Vi. Constant battle. For this part of the map.T side of FaZe was very potent. Na'Vi know that all too well. Cancel his plans from the can. They're still coming. That's not enough to ward them off here. This could be the finish for FaZe. The 8-0 start. They want to do it right here, right now in OT number one. Their map choice. And it must have been hot under the collar after Na'Vi showed.Just how powerful they are. There's doubt from Na'Vi right now. They're not quite sure where this one's going to finish. Simple's just been called off. He was floating over the goat. He's been called to stomp on out, and it's just going to be on Bimage and Perfecto. They have to get this done. They need a multi-kill. They need all the frags. Perfecto, good for it. Perfecto, he has held FaZe at the door. And it's Rain, the